是否越多越好。念了四十九天，日夜不间断。我那时候看到很欢喜啊，在台湾大概是空前绝后啊，那是真正的福报啊！啊，600人念了四十九天，日夜不间断，能受得了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人念对走了，那个人就补充进去了。学生太多了嘛，啊，有几万人嘛，啊，所以念佛堂只有600个座位，啊，600个座位，所以很多人都在外面，看到有一个出来了，那个就进去补进去，啊，这个是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的果报啊，无比的殊胜。临终不希望有人助念，因为不喜欢一屋子人出出入入，不喜欢自己死后别人触摸试探头角议论死后去向，所以希望独自在家中往生，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？如果有把握就正确，没有把握就不正确，要有把握才行。没有把握，如果有这些顾虑呢，可以让少数人，啊，你比如说是2-3个人，不要搞到一屋的人，啊，人太多了，2-3个轮流，让你在保持着24小时啊，照顾你的人，帮助你助念的人不中断，房屋里面人也不多，啊，这样就最理想、最好了。